为我觉得女生最应该注意保养的位置就是眼部的位置，所以我给她推荐的呢，这个是美素的一个舒活滋养的多效的眼部的精华液。那像这个呢，我会推荐给她是像这种啫喱质地的，因为像童宇其实她年龄很小，才27岁嘛，像啫喱质地的呢，它会比较的清爽，然后不会油腻，也不会造成脂肪粒的养这个产生。哎，你以前用眼霜是什么状的？啊，他没用过，没用过啊！你没有用过，老公太成问题了。而且你居然用哪只手指抹眼霜？你再抹一遍。哎，王静，你不能这样，你先给示范。什么叫你居然？不是，因为我觉得不要用这个指头会爆炸的。没有，我觉得就是我真的可以看到他在家里面真的不保养。对，你就教教人家吧。就是你应该正确的方法，其实我们应该要用就是我们的无名指。哎，看前面。看那个监视器里，你看看，来无名指，然后呢放在我们的眼下的位置。他好怕，害怕。这样点，哎，由下到上的抹开。在按摩的时候，就像王静这样子，就是要用我们的无名指，就是力道最小的这个手指呢，对，美容指，然后呢，轻轻的由眼头往眼尾去加速这个循环，还有这个排解这个淋巴过多的这个淋巴液的部分，让这个眼睛呢能够吸收保养品，而且可以抗水肿。因为其实思琪老师，我觉得很多的时候女生老的话，就是先从眼周肌肤开始老。对，没错，尤其是眼周，像这样长期的不保养，而且不能用力过猛，轻一点，轻一点，轻一点。对，这样子呢可以这个延缓老化，让一些假性的细纹不要变成真正的皱纹。对，那你说像他，我觉得他其实肌肤紧致还可以，他选眼霜应该选一些什么成分的呢？王静，我其实给他选的这个里面是含有胶原蛋白的。那因为我们知道，就是如果说胶原蛋白流失的话，我们肌肤可能会松弛老化。那我觉得他这个年纪应该是刚好就是步入到25岁肌肤开始老化的这样的一年龄，对，所以这个时候要开始去注重保湿补水啊，然后包括促进我们眼周的一个血液循环，然后以防止这个黑眼圈生成这样的一个效果。你感受一下第一次抹眼霜，感受一下，说一说真的是第一次抹眼霜吗？是，看一下效果。其实眼周现在感觉就是比较明亮了，亮的。对，你要笑起来看看，他肯定说：“哎，怎么这么快我就给吸收了？”我觉得啫喱质它特别快就吸收了，对啊。而且因为这是一个精华液，如果是我自己用的话，我觉得你在秋冬如果说觉得还干的话，其实精华液之后再可以再搭配用一个眼霜。我要特别补充一下啊，就是它有一个就是3D 的网状的，就包括里面有胶原蛋白，还有我们刚才讲说海藻萃取物，它可以长效的让这个水分是锁住在我们皮肤里层。好，该我了。我给你的一个比较简单，你告诉我早上有几分钟？越快越好。行，越快越好。行，洗面奶好不好？然后就是一个我觉得我看了看你，算了，水我就给它去掉吧。因为它太忙了。因为如果是你讲究一点的话，你可以在之前用过这样的一个能量水，但是呢我不知道，你怕你习不习惯，你先用一精华吧，好不好？因为我觉得你的肌肤在家2年都没有怎么洗过脸。用一下精华，你自己来用，我教精华，你不用太大。你告诉我一下摸护肤品的感觉好吗？很舒服。是不是觉得就是我说护肤品摸着护肤品的感觉，是不是觉得有宠爱自己的感觉？这就是奥妙。其实护肤品不仅是护肤，你会觉得自己被宠爱，你懂吗？心灵的关爱。是你老公都没给你买，真是。一会儿我负责跟他那收钱。然后精华就是你洗完脸以后，哎，这个一像没用过的都是有，哎，再大一点，因为你2年没洗脸，你可以多一点。开玩笑，别生气啊。没关系。好，这个精华，你可以推开一下。来，我这样行吗？可以。是抹整个脸吗？对，他真的这2年都没有护肤吗？什么感觉？很舒服。好舒服。快点，要不然被手被吸走了。其实是不会吸走的。很多人问我说，哎呀，我买了这么贵的精华，我不要放在手心，手心都给吸走了。手心是不会吸走的，对吗？手心不会，是这个手背比较有可能。对啊，不要忘了下巴。是全脸使用。这也是第一次使用精华，对吗？是的。是，
因为我给你选的这一款成分其实跟王静刚才说的特别大，它其实最重要的是补水。我觉得你现在比较干，然后有敏感，我不敢给你用美白的，所以你将来在买精华的时候，你就是要买这种补水的，它比较收活，然后叫收活能量，好不好？那好的啊，对，该思雨了，那你就接着我的来，好不好？好好好，开始要五分钟，越快越好。眼霜，然后一个精华。那我觉得最基本的，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要有的，我们用过的精华应该把那个营养锁住。那就面霜吧，好不好？面霜每个人都应该有。因为你知道吗？如果你涂了精华，你就跑了，一会儿你会觉得特别干。对，因为我们的东西是需要一个霜，像三 D 一样，我们看的。你看，今天我给你选的是舒活滋养霜，那它分两个，一个是清爽型，一个是贝润型。我觉得童女的皮肤状况挺干的，是不是有一点小细纹？我们给她选，北方就是秋冬季节特别干，有暖气，那我们给她选贝润型吧。好，我们也是挖一个，这应该怎么形容呢？一个小樱桃的大小，来，好，这是全脸吗？是吧？全脸，我们这样把它分为五点，在你的额头、鼻尖、两颊，还有下巴上。没关系，多抹点。我们可爱的妈妈都是为了孩子忘记了自己。哎呀，打圈哈，来回这样的用，还能怎么样？静姐说看你还能怎么样？抹匀了就得了。因为老师他的涂抹的手法，你觉得其实抹匀得了是可以。其实他涂抹手法有点像在洗脸。为什么像在洗脸？要不让思雨，然后教你彭宇，我来给你做一个。你看一眼监视器可以学一下啊，来洗脸，再用一点。其实在涂抹保养品很重要，就是顺着皮肤的纹理，尽量不要逆着哦，这样子很容易会长细纹。我们先从下往上，从内往外，这样的将来你的这个两腮的肉就不会受地球的吸引力过早的下垂。对，特别是我觉得啊，就是妈妈们都特别怕有双下巴。这个下巴一定是从下往上的，而且如果你洗脸的时候没有时间，你在路上坐地铁赶车的时候，你也可以赶车的时候，就是坐地铁的时候，你也可以做这个动作，好不好？那得先把手擦干净。同样，这边也是，我们从内向外，从下向上。其实像思琪老师，我给他选的这款面霜也有刚才我们说过的这个三 D 的胶原蛋白弹力网，是不是？对。而且它还有另外一个成分哦，就是很重要的，就是像他主妇一天到晚没有时间可以去慢慢去保养，所以里面有一个叫做活水循环因子，就是可以让我们体内这个水分呢，皮肤里面的水分，它自己会有一个律动、一个平衡的效果，所以可以保持一整天都很水润。所以刚才我们给他选这几个，我给你讲一下，你戴这回把眼睛戴上，我们来看看效果好不好？来，比刚才的脸是不是有光泽了？